到山茶园，附上一层白色冰霜。位于南投竹山镇山林溪茶区，才九月初，平地还在开冷气，山上就已经结成冰霜，让茶农大叹：都还没到冬天，到时冬茶该怎么办？今年接霜的时间较往年大概提早了快一个半月到一个月。今年本来雨水就已经太足了，造成秋茶的产量已经减少很多了。结霜这个问题更早出现的话，冬茶的产量可能会影响更多。若结霜时间延长，茶叶经过太阳曝晒，嫩叶会卷曲烧焦，造成农民产量减少。品茶不仅有季节之分，就连生长期间，秋茶也比冬茶来得短。秋茶它的成长速度比较快，而且它的芽尖哈、冬茶不会有苦涩。冬季它的成长速度比较慢哈，大概55天至60天才能采收。秋茶大概都是在48到50天。秋茶除了生长期气温较高，味道也会略为苦涩，而因为秋茶价格较低，茶农为了节省成本，肥料相对会下少一些。台湾6到9月气候潮湿高温，茶香也会偏淡，茶叶品质好坏反映在价格上，跟气候影响也息息相关。九月初白茫茫一片，提早结霜也让在地茶农大感惊奇。三立新闻吴坤宇、沈明志、屈道云南投报道。